总，你也用不着焦虑，你应该对你们现有的产品有信心，至少我觉得挺满意的。陆总用过，我昨天住的快捷宾馆，我发现他们使用的床品是你们生产的。实话说啊，我真觉得你们的东西不比五星级酒店的差。啊，陆总这么说，是我们的荣幸。所以我在想啊，你们欠缺的是精准的品牌定位和营销策略。知道了。严总，刘部。那我们先走了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们白跑一趟。也不能说白跑吧，至少我们了解了凤凰家纺，看到了它的价值。陆总说的对，我应该相信自己的产品，只要质量过硬，就不怕没有市场。技改方面我也想明白了，慢慢来，让工人们逐步适应，也避免大规模裁员问题。总之，谢谢你的意见。太客气了，我只是说暂时不投，或许未来我们还有合作的可能。好，柠檬，也谢谢你替我找回了最珍贵的东西。袁总客气了。所以凤凰同行的期刊会继续办下去吗？当然，不过不是纸媒的形式了，会以公众号的方式继续更新，到时候别忘了关注啊。一定一定。袁总放心，纪明资本和英石资本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。好，那先告辞了。我有气。再会。再会。我发现你口气真不小啊，纪明资本、英石资本的大门永远对你敞开，那公司你开的呀？这不是顺着陆总的意思说吗？明明建议都是我给的，他信你干什么？他说你给他找回宝贵的东西，什么东西啊？秘密。我陪你们同甘共苦来了，怎么着？早干嘛去？你们任务完成了？完成了。刚好我的任务也完成了，这样咱们今晚找个地方放松放松，庆祝庆祝。投资都取消了，有什么好庆祝？庆祝你省钱了呗。哎，我知道特别好的地方，今晚咱们就去蹦跶蹦跶，怎么样？不感兴趣。哎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好不容易完成了任务，放松一下。你病好了是吧？啊，能蹦跶了。哎呦，我为了撬情报，我去超市大爷那儿买了好多零食，好多啤酒。你带走了麻烦呀，就地解决了呗。哎，这种事儿我最擅长。我等你们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地方，就适合这种春风沉醉的夜晚。怎么着？走着。走着。走着。走走走。没头就对了，要是我也这么想。虽然没投，但是袁总还是听了陆总的建议，我觉得挺好的啊，凤凰会越来越好的。嗯，对，来，拍一个。哎，郑宇航，你挑的什么破地方啊？不是，大哥，你能不能有点情调啊？你这风景，这春风多惬意啊！这也不比外滩十八号差吧？你回家好好治治你的眼睛吧，你都瞎成什么样了？你才有眼无珠呢，小柠檬这么好的员工都让你给吓走了，肠子悔青了吧？幼稚，都懒得理你。嗯，就这驴脾气，也就我能受得了了。曾总，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。嗯，没事，没什么不能问的，说。陆总跟你怎么成朋友呀？你们俩这性格脾气差的挺多的呀。这是段孽缘，你没见过他小时候，他小时候那……你俩是不是说我呢？不是，你不是不爱搭理我俩吗？行，但说无妨。陆明明小的时候，我是很崇拜他的。我跟他还有甜甜，我们三个是中学同学，那时候我是最不着调的。打架、逃学、吃喝玩乐，什么都做。后来我得罪了一帮社会上小流氓，
他们给我堵到学校后门口了，刚好他路过被他撞见了，后来我们就成了朋友。哎，你别快进呢、啊、这段展开讲讲。展开讲讲就展开讲讲，来，他那时候没想帮我，但我确实被打得太惨了，他就出手相助了。哎，你还别说，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学习好的男生下手这么狠，硬是把那几个小流氓全给打跑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不服强，我只服他。英雄救美，哎呀，算狗熊吧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打算跟他混。可你猜怎么着？他说我不配做他朋友，他竟然嫌弃我。现在我也嫌弃你，我还嫌弃你呢。我俩我讲故事呢，少说话。后来我跟他待时间长了，我也慢慢的学着调了，学习也好了，这算浪子回头吗？从那以后啊，我教他学好，他就教我学坏。哎，你怎么不说我给你带来那么多快乐呢？啊？那什么，你们先聊会儿，李明明，把话给我，打个电话去。什么电话不能在这儿打？这露台上风大，我冷。你还知道冷啊？把我破电。喂喂喂，哎，站着站着，哎，还勒着嗓子打电话，恶心。应该是个姑娘打来的。喝完了。嗯，喝太快了。啊，那我去买点吧。这地这么滑吗？我这有点喝多了。我觉得我差不多了，头有点晕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怎么在我床上？不是你有病吗你？我打电话没房了，我不来你这来哪儿啊？咱俩又不是没睡过，咱俩又不是没在一个床上睡过，你神经病吧你？我有洁癖，你不知道？不是。算什么胡乱的呀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也忘了，昨天喝的有那么一点多。就那点酒，你肯定不能喝多了呀。赶紧收拾行李，我上。早。哎，尼玛，没不舒服吧？
你们陆总说他昨晚都断片了。啊，我不知道，我昨天喝的有点多，现在头还有点疼，退房啊。你俩喝多少啊？我记得走时候就半大啤酒，什么酒量啊都。罢了吧，走吧。走走，走你吗？一起啊。哦，不用，你们先走吧，我坐高铁。都邻居了，别见外了，顺路走。哎。哎，哎，咱们合个影啊！合什么影？土不土？谁有病啊？哎呀呀，还嘛！今天咱们第一次一起出差，第一次一起住快捷酒店，第一次咱们仨一块喝酒，你第一次照顾病人，第一次，还有什么第一次啊？反正肯定有很多第一次，是不是？必须留个念，来啊，来一，你也站近点儿，啊，来啊，一二三，第一次。发什么照片啊？搞得我跟查岗一样。电视剧告诉我啊。哎，你说这两个人的缘分真是啊。有的时候真的是上天安排的，再多的千言万语也抵不过一次身体接触管用，那小感觉蹭一下就上来了，两人就成了。哎呀，你俩待会儿聊会儿天啊，我开车犯困啊。那个陆总，石总说想跟您一起开一下这次尽调的总结会议，您什么时间方便？哦，下礼拜都可以，听石总安排。好的。你跟我一起去。我去干嘛呀？学习一下。啊，行行行，学习去啊。哎，鲁明明，你今天早上给我踹地上，还说我跑你床上干嘛？你是把我当成谁了呀？啊？我寻思咱这次出差就我们三个人啊，你能闭会儿嘴吗？你这嘴是租来的，不说话怕浪费啊。问你只是别再多，不好听，换个台。挺好听的嘛，啊，行行，换换换。深深的一个吻，淡淡忘掉昨日不欢，没有人能将你我。哎，你怎么关了呀？我困了，睡觉。来，你们。哎，谢谢曾总。哎，客气什么呀，都是邻居。牛萌，你也跟着一起回来了，啊？你来干什么？我为什么不能来啊？我又不是来找你的。我是来找小航航的。我今天正式宣布一下啊，以后甜甜呢就是我的人了。我就说在杭州的时候，发现你有点不对劲，你俩在一块儿也挺好，最起码可以少祸害一点适龄男女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就上回我们在房车营地你喝大那次啊。我们两个就一不小心牵了个小手，然后吧，然后就牵手了，然后就在一起了。嗯。就这么简单，要那么复杂干嘛？那么复杂就不是爱情了，对吧？